say goodbye， 拜拜。Mira， 你是不是偷来日本？So now U.S. city is a middle seat. Yeah. Today is a free of charge because of free booking. Oh, okay, sure. Yeah. Thank you. The aisle seat of emergency seat. Okay. Ok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今天比较特别，就是他问我说要不要做 emergency， 那我就说好，因为如果在逃生门旁边的话，他好像会有一个特别心理吊牌，就是他心里会比较早出来，所以我刚刚马上说好。这是我妈要我买的，是 Wakamoto 整肠药。请问会帮你买日本药妆店的女儿是不是好女儿？勉强算是。Good morning， 嗨。哦，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的感觉真好。现在时间9点18分，我又起晚了，我本来打算8点多就要起来的，我睡过头了，我昨天。我们上班时间现在从11点改到10点半，所以所有的行程都要往前半个小时，好累哦！好久没有在这张桌子上面化妆了啊！我不想上班。What foundation I wanna use? And guess who's getting late? 你跟 Helen 讲的一样， Helen 刚说我没妆法不能拍。对啊，没妆法真的不能拍了。但你今天很美啊。哪里美？今天吃的是我在台湾最爱吃的麻辣猪血豆腐包，如果有来台湾的话，一定要来吃这个，赞赞。他是我们公司的财务长。好了，来吧，这东西。我觉得我电脑反应很慢，会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印表机要印的时候印不出来，也是很像两公。爸爸，爸爸，你有爱我吗？啊？ 不爱你，要爱谁啊？哦，你比较喜欢棒球还是我？棒球。哎，这是我的新名片，送给你。你是第一个拿到我名片的人哦。来来来，这个是我新的名片，送给你。嗯，好，谢谢你。你是第二个拿到我名片的人。没有开头啊！哦，我看到了。好了，跟大家说晚安。那晚安。我现在来试用这个 Glam Glow 的 Probiotic Recovery Mask， 然后我听过这个牌子很多次，就是从 YouTube 啊上面怎么听到，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它。然后他们最近寄给我这个，闻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闻起来像蓝莓 yogurt 的味道。他说有 Probiotic，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如果用错的话，公关现在是不是看着影片然后说 Cynthia 你用错了？我们10分钟后见。 拜拜。好的，在经过了不止10分钟之后呢，我把它用清水稍微洗过了，我觉得感觉很舒服哎。今天就这样过了，我们明天会更好，拜拜。嗨大家，我现在准备要去找 Crown， 哎，这是我的车吗？好，不是。Hello， 你好。你好。你在自拍哦？啊，对，在拍影片。哦。 好的，我刚刚遇到了一个非常活泼的 Uber 司机大哥，Hello， 珍珠，哦，我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耶！可是他是不是？哎呦，他会怕相机。你是不是肚子饿？可是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是不是肚子饿？你是在这个粮食区这里哦。你看他吓到了，有没有看到？他看到镜头就吓到，小胆小鬼。哦哦哦哦哦哦！整个他就很失控。哎哎哎，美茶，你用自己的好不好？来来来，这样吃。哎，茶茶吃饭了。 好可爱，此生无憾，此生无憾。嗨，大家，我现在在机场，然后我刚买了一杯热拿铁，搭配我的工作。你看我这礼拜的工作就是地点随时随地都在改变，但是你知道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今天是6月12号，然后其实就是香港算是有第二次的大游行。我没有想要把影片变得很政治化或怎么样，但。 其实这次我看到很多香港的年轻人跟就是香港人 in general 就是站出来，然后大家很团结一致，这样希望有去参加游行的香港朋友都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大概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工作，我要赶快把现在需要做的东西做完，然后回香港。But I'll never run away from here. I'll stop seeing you someday. Then I'll still think of you someday. And then I... What? 我现在太狼狈了，所以大家请看我的倒影。我刚刚开完一个会，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感冒嘞，就是头很痛，然后昏昏沉沉的感觉。 顺便跟大家分享这双新鞋。其实我已经有一双跟这个一模一样，但是它实在太破烂了，所以我这次又回去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结果今天第一天穿出来，结果下大雨，是发生什么事？我现在要去接 Ian， 他这样飞新加坡，但是他选了一个在香港转机，然后 Oh my God, Oh my God， 哇，雨下超大。 他今天要去新加坡，但是他选择一个在香港转机的班机，所以他转机总共有大概11个小时吧，所以他就来我这边。12 seconds later， 我整个凌晨落汤鸡了啦！你看这个雨，我刚出门的时候它还只是毛毛雨，哇，全湿了。Oh my god！ 你也没有带雨伞，对不对？ 没有，我们怎么办啊？怎么回家啊？好用跑的。Yeah, can I put my camera in here? Yeah. How wet I am. 看这个。哎，在你的地上哎。赶快洗澡。Go。不然会。超湿。好了，你现在需要擦。我知道了。Good night。现在的时间。 是5点48分，然后我们已经在香港西捷站。你看，凹风。拜拜 ，Have fun in Singapore。好啦，拜拜 ，Have fun， 拜拜，拜。好。 Let's go, let's go.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Not really. When I see the letters form the way your name is spelled. 让大家近距离观赏一下我现在狼狈的样子。你看，素颜，睡眠不足，然后皮肤很差，然后昨天大过敏。Story of my life, you know. 我刚本来要去买咖啡的，结果 Starbucks 还没开 ，Pacific Coffee 也还没有开，所以。 我只能等一下再出去买。我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了，大家看。好累啊！我的天哪！大家晚安。One eternity later。我刚刚大概补眠了2个小时，然后让自己长得比较正常一点之后，我现在来吃我的早餐 ，as per usual。 Someone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met someone poisoned. 港机场，然后我正在准备登机，那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就想跟大家来聊个天这样子。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我这个礼拜就是到处飞来飞去啊？为什么可以跑这么多地方呢？难道我不用工作吗？巴拉里巴拉。我觉得每个人花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每个人想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太一样。那像我的话，我不太会去买什么奢侈品的包包啊，或是珠宝啊、首饰啊什么的。我大部分的薪水其实除了日常基本开销之外，我都用在旅行上面，不管是买机票啦，或是住宿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对，那第二个是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多假期？那我觉得我的好处是因为我的工作相较来说算是比较弹性的，我只要有手机有网络我就可以工作。另外我的工作也很有可能会在假日的时候发生，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申请补休。那补休我就是可以用来，像我今天提早来机场，我就可以用补休去补那个时数。当然就是你的工作跟生活就比较没有办法分开，因为它太方便，你随时都可以工作，所以常常有时候比较难拿捏，就是工作跟休息时间。对，就是题外话啦，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相机正在跟我说它快没有电了，所以我现在要去喂它。那我们就韩国见，啵啵。Sorry, I didn't kiss you.But it's obvious I wanted to. Bubble gum down my throat and it's a curse, but my love couldn't get any worse. 现在在乔村炸鸡。乔村炸鸡，你换那个巧克力。哎，你知道是谁送的吗？我知道，快点。Hey guys， 我现在准备要回家，然后就想很快的说一句，我觉得在台湾真好，感觉。台湾真的还是我的家哇！对不起，没事，你继续。你会觉得太暗吗？哎，这么多，你包包这么小，可以塞这么多，还有一只，谢谢。